你看，我往上摇的时候，它是不是缝隙越来越大？你看，这个缝隙是吧？对。是不是缝隙越来越大？是的。是吧？是。我用锤子给敲一下，我给它演示一下。这不是拧下来的吗？不，它需要下去的啊。因为它紧呀，现在紧的话，你必须给它下去，给它敲一下啊。好，下去了。哦。啊，它贴到底下是啊。明白。那岂不是它？